自地自建的47.8平电梯透天别墅，一楼挑高引来丰沛采光与优越空间感，5层楼设计交机能方层规划，打造出夫妻理想的生活模板。在今天的节目将教大家3个重点，我们会先介绍一楼挑高4米带来的绝佳空间感，接着解析设计师如何化解各种风水疑虑，最后描绘起居空间与卧室分层规划的优质生活。减少天花板室座范围，透过清水膜、铁件等易材质全是时尚灰阶，棕色沙发与浅木柜体点缀空间，大面窗户引入丰沛日光，保留挑高4米楼高的优势，拥抱日光与绝佳宽敞感。开放式空间中，在客厅与餐厨区之间以造型玻璃拉门化解穿堂煞，活动屏风能让阳光通过，但保有空间独立性，找到开放和封闭的完美平衡。2楼主卧以轻柔奶茶色为主，系统柜搭配木座营造放松的睡眠环境，4楼结集夫妻喜好，整合书房、电玩室与健身房，打造夫妻专属的休闲空间。里里室内装修设计林静文、刘专于设计师引入丰沛阳光，减少装饰性设计，在空间动线上做细腻分配，打造贴合屋主习惯能自在从容的透天别墅。